那他为什么要娶我？因为跟你在一起，很开心啊。你是故意不让我找到他，他不想结婚，他正在和别的男人逍遥快活，哪有心思关心我们的感受？所以说，他跟着喜欢的男人跑了，现在就真的变成我要代替他嫁给老男人了。 我算是知道怎么回事，原来是初恋毁了。你说这种女人有什么用？成天待在身边，这是办公室，又不是酒店开房，出去。